你知道吗？这是非洲最辣的辣椒。种辣椒也能挣钱吗？肯定挣钱啊，我们老板是这里的首富。去非洲种辣椒。One more round. 今天咱们来农场可不是来玩的，是来学习考察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还有牛，都是我们老板的宠物。哇，哇，这牛牛角也太大个了。阴阳不，只有乱的有这种牛。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快点，快点！现在才进入主题，这就是种辣椒的大棚。卢旺达这种灯笼椒号称全世界第二辣，在卢旺达每年辣椒可以收两次。因为在非洲用化肥的成本比较高，当地的农民呢还是采取传统的方式，用烧尽的木炭灰来防治病虫害。别客气，多沾一点。You better you. 你这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呐。非洲人跟我们吃辣椒的习惯可不太一样，要把辣椒油精炼出来，灌在小瓶子里，每次吃饭的时候点那么一两滴。忙活一天了，咱们来尝尝这个辣椒到底香不香。说实话，我只放了三滴，我隔着碗都闻到辣味了。我你能吃多少啊？ I can take a full spoon. Ooh, so good.